大家好啊，是 Dark Gain 啊，是没错。现在是夜晚的到来11点了，是为什么我要这么小声呢？是因为我家人都要睡觉了。那但是今晚我就有个很特别的想法啦，那就是怎样的呢？就现在跟大家讲下啦。好，咁而家就嚟到我部 laptop 前面啦。好，睇下个时间，而家系啦，都系就嚟十一点啦。而家咧要嚟做乜嘢呢？就系、要玩呢个 Roblox。我想试下，如果我瞓一晚，开住部电脑，但系系用嚟刷钱。依家咧就可以求其揾一个刷呢嘅 game 啦。我记得我之前系有玩过一个嘅，虽然我大部分玩嘅都系枪 game。揾下，好似系咩 Enemy Fighting Simulator。系啦，咁就系呢个游戏啦。我之前系试过出去食饭，跟住翻嚟就已经发现多了很多钱啦。如果我一晚呢度，我大约每日系六点七点起身嘅，咁睇下究竟会有几多少钱啦。依家做嘅就系入 game 先。根据我之前玩过呢个游戏，呢度应该就系 spawn 嗰个安全屋啦。咁喺度就可以好轻松咁喺度刷等啦。咁我哋之前玩嗰阵时咧，就系刷呢个 fist 一号技，好似系 wallace 成日玩嘅，我都唔系好清楚。睇翻先，应该就系 states 啦。是啦，我是原来是刷这个防御力的，这个其他都有刷少少，不过主要都是刷防御力。那如果我想这一晚我想升这个 strength， 那究竟我这一晚可以升到多少呢？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，就去准备一下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啦，我哋已经顺利嚟到呢个刷钱嘅地方啦。咁咧，我已经准备好呢个 auto clicker 啦。咁咧，一揿 F6 咧就会开始自动用呢个一技噶啦。咁咧，而家就食翻去先，开翻个 game， 面向翻呢个木头公仔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开始啦，一拳系加呢个五嘅，咁我哋咧而家咧就睇下佢到底一晚可以加到几多。じっとしてれば見もしないって言ったくせに。自分を知れ。そんなおいしい話があると思うのか。お前のような人間に。なんてひどい野我已经是睡醒了，现在的时间是7点35分，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，距离11点已经是超过了
六七个钟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嚟睇下，我哋可以攞到几多个 strength 啦。我而家系啱啱起身嘅啫，系啦。咁我哋而家即刻落去睇下啦。我都未落去睇。好啦，咁咧，我哋咧就顺利咁完成咗我哋呢、這个经历咗咁多个钟头嘅晚上修行之旅。咁我哋睇下我哋嘅 strength 到底系升涨咗几多。我开翻个 stage 睇下先。Oh my god！ 125。我哋之前只不过系14.7K， 我哋竟然可以喺一晚之下先成长咗咁多。Oh my god！ 果然名不虚传。我都唔知点解会有呢个谂法，但系点解可以成长咁呢、這个？strength 可以加到咁多咧，哇！如果你哋都可以玩呢啲，如果你哋玩呢啲要刷咧啊，或者系 Roblox 其他同类型嘅 simulator 游戏，你哋都可以就咁开咗部电脑，跟住咧就夜晚就自己走去瞓觉，咁你继续等佢自己挂机嗰阵时咧，佢就会自己刷钱啦。咁咧，準備一個 auto quicker 啦，跟住咧自己就可以熄燈瞓覺。呢個方法真係太犯規啦，我發現。好啦，咁今日嘅測試結果就嚟到呢度，咁呢條片都差唔多完啦。好啦，咁多位，拜拜。